八一办事处。嗯，泡菜肥牛啊。嗯那应该就是很不错。哎，你是那个是牛肉，鸡肉双拼。你呢？我呢？我们都一样的，都一样是吧？啊，就有点像韩式的。还有烤的，就卤肉的。日式的，哦，日式的。啊，感觉他们这样拌饭可能很香，很不错。姐姐，那个姐姐已经拌起来了，感觉很好吃的样子。这泡菜应该里面有糖的，应该会。这种没有，就是如果我们买的泡菜都是带糖的，这种他们就是店里自己来的，就不糖，对，合适。减肥很痛苦，没事，你这也挺好吃，不健康哈。多好吃呀，有肉啊，有肉有蛋，你看有菜，还有紫薯，都有。对，长生果，挺好的。Oh God, please no！ 我跟着姐吃，我跟你说随便吧。这个是什么？这是糕点。这是驴打火烧，这个是豆沙，这是山楂糕。哦，山楂可以吃，山楂是山楂可以吃，对，山楂可以吃，就是比这些要。山楂是那个。我主要我脾胃不好，那可以吃一个，可以吃一小。对，山楂是消积食的，在中药里边是消积食的，就是可以减肥。姐姐好配合。好吃。